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麦玉洁小麦，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小麦的健康笔记，还是要不厌其烦来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呢可以帮我们在 YT 上搜寻关键字小麦的健康笔记，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内容，记得一定要帮我按赞分享，还有多留言。我们要清干净，可是我们却不能够伤害到舌头，对不对？那我们要注意几个，第一个，那我们不能够用具有杀菌效果的任何液体，因为我们去买的时候，漱口水它没办法，强力杀菌，千万不要用，越强力越不能用，我以前就是每天，不是每天，我每个礼拜我就会调这个油配，按照细胞膜成分去调配这个油，配一罐这个油，然后每天呢，然后晚上睡觉前呢，我怎么做？睡觉前洗脸刷牙，都该做都做嘛，对不对？做完以后呢，我就是这个里面就装这个液体嘛，对不对？好，我就拿纱布，这样沾，这样子弄，好，湿的嘛，翻过来，然后再弄。对不对？就是湿的。好，这个纱布是四折的纱布，所以你摊开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有四个湿湿的圈嘛。对，对不对？然后呢，你用手扶着这个，然后去抹这个舌头，舌头表面去抹它，对，这样子抹。抹完以后呢，你看看，脏的要死。它会什么颜色？你看舌头，哎呀，很干净啊，是然后白色舌苔，你抹下来不是白色的，都是那种有点咖啡色、棕色的，淡棕色、黄黄的，很脏了。那因此再用第二个再抹、再抹、再抹，哇，还这么脏。第三个抹还脏，到第四个抹的时候呢，基本上会干净了。医生觉得防癌有四招，第一招就是要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那透过的方法就是断食啦，或者是少吃一点碳水化合物。好，第二点呢，医生觉得说要增加维他命 C 的摄取。另外，抗癌第三招，医生推荐每天要喝 2.5-4杯的咖啡哦。其实这个喝咖啡到底对身体健康好不好，其实已经争论已久，有一派是觉得说 OK， 另外一派觉得说完全不要碰。好，那抗癌第四招就是至少要有中强度的运动，每周是150分钟。那我问一下医生，其实大家都说运动很重要，你特别推荐做什么运动？好，其实运动是这样子，我们要因人而异的，量入为出啦。意思就是说，首先你要考虑到说，这运动不能造成伤害，不能造成伤害。有些人呢，天生容易受到伤害，有些人比较不会，这跟你壮不壮没有关系了，那这个是体质的，所以也跟基因有关系，所以你验基因也大概还可以知道了，这体质，那因此呢，你如果是容易受伤的人，你的那个运动量还有强度你要少，那是如果没有这顾虑的时候呢，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那我要运动多少，我们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说，你如果在30分钟可以走到5000步，那么就达标了，30分钟达到5000步，那你说啊，如果做更多可以不可以？当然做更多会更好，但是还是一样讲说不能受伤，不能受伤，okay，跑马拉松你不能受伤，前提是不要受伤，但是呢，你不能低到说像乌龟爬，这个没用处的，你必须要有30分钟走到5000步，这种速度，那么就可以了。OK，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医生有推广要正确清除口腔，也可以预防癌细胞。其中呢，医生整理出来两点，第一点真的是颠覆我长久以来的认知，医生是推广用纱布沾食用油清除舌苔。这个部分实在是太新颖了，所以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跟你跟大家解释的，那我们先讲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对，就是说，其实，在十多年前，2010年多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发现呢，是在大肠癌发现的。他们发现说，大肠癌有一半以上的大肠癌，都可以在大肠癌组织上面呢，找到一种细菌。那个细菌叫做聚合梭杆菌。这个大肠癌，即便它已经转移到肝脏，我们去看肝脏里面转移的癌症，也可以看到里面有聚合梭杆菌。那因此大家觉得很纳闷啊。第一，只有大肠癌有吗？第二，
他们只是碰巧凑在一起呢，还是他是狼狈为奸？嗯，好，那现在发现很多癌症都可以发现这个，这个巨额收杆菌，嗯，乳癌、卵巢癌，还有我们大家最怕的癌王胰上癌，嗯，哦，胃癌、食道癌，很多癌症都陆陆续续发现，哦，可以发现这个细菌的存在，啊，这第一，嗯，所以说它不是大肠癌专有的，嗯，很多癌症都有，啊，第二。它对这个癌症 的生长有没有什么样作用？嗯，有啊。第一就是说，这个细菌跑到癌细胞细胞里面去啊，哦，细菌一般是在外面嘛，它跑到细胞里面去的时候呢，可以让这个癌细胞生长的更好哦，更好啊。第二，这个细菌呢，哦，它在癌细胞的外面粘在外面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免疫细胞呢，哦，忽略到这个癌细胞，嗯，哦，我们一般讲说啊，免疫力强就不会得癌症嘛，嗯，没有错，因为癌细胞就我们身体而言，它等于是外来物一样的，它是个异型嘛，哦，外星人嘛，异型。那因此呢，我们身上的警察就是免疫细胞，看到这个外来物呢，会把它攻击消灭掉，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是癌细胞上面沾到这个细菌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细胞它会无法辨识这个癌细胞，嗯，它就是过去了哦，啊，所以这个细菌就很糟糕了，嗯，哦，它跟很多癌症有关系，而且还是跟癌症狼狈为奸嘛，嗯，哦，会帮忙癌细胞生长嘛。那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巨额收杆菌去掉。嗯，好，巨额收杆菌从什么地方来？怎么会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去呢？它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的正常细菌，哦，它不好细菌了，但是叫正常，因为任何人口腔里面都有这个细菌嘛，嗯，口腔里面有900多种细菌，它是之一啊，那因此我们叫正常的菌落之一了，嗯。好，我们的口腔呢都有一些小伤口，嗯，你吃东西、刷牙啦、咬东西之后，那个任何伤口呢，都有机会让这个细菌呢从这个伤口进入血液里面去。哦，好，你进去量少的时候呢，没问题，我们身上的中性白血球立刻把它干掉。哦，清空没问题，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细菌如果进去量很多的时候呢，嗯，你不可能一下子清掉，对不对？那因此呢，这个细菌就有机会沾到癌细胞，哦，沾到那就完了，哦，啊，那因此呢，这个细菌进入，我们要避免，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就避免它进入去嘛，就进去身体嘛，对不对？那因此呢，尽量不要伤口，哦，但是呢，这有时候很难预防了，嗯，然后呢，第二，细菌不能太多。那进去少量可以清掉，就不要太多嘛，嗯，所以要口腔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嗯。那为什么特别要清舌苔？是舌苔上头特别容易有这种细菌吗？对，我们每次讲到说，口腔清洁的时候呢，嗯，都会跑到说，哦，牙齿清洁，嗯，我们口腔这么大一个哈，哦，有可能够有细菌长上面的，不是只有牙齿上面的牙斑，嗯，哦，我们其他地方也都会，嗯，哦，尤其大本营是舌头的背面，就是舌苔，舌苔其实就是一层的细菌，哦，就是一层细菌里面包括聚合收杆菌，哦，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清干净，清干净，嗯，所以这个舌苔是不是在舌头的正面，哦，是舌头的背面，就是我们舌头伸出来嘛，上面，哦，上面你看到白白那一层就是舌苔，哎，白色的、黄色的，有的人甚至变成有点黑色嘛，哦，对不对？嗯，啊，那都是舌苔。好，那医生，我问一下，我们一般来说，因为其实关于要不要清舌苔，好像也有两派的说法。有一派是认为说舌苔不用清，另外一派是认为舌苔要清。那你觉得要清的话，你觉得不是用牙刷这样刷刷就有效？好，对，啊，那个因为舌苔上面是细菌嘛，对，所以是要清嘛，哦，除非你不想防癌嘛，对不对？哦，所以说很简单，要不要清？嗯，要清啊，嗯，目的是为了防癌。嗯，好，啊。我们要怎么清，嗯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牙刷，哦，因为你我们牙刷去刮舌苔，嗯，你越刮那个舌的表面，舌头表面呢越粗糙，哦，越粗糙越容易长细菌，哦，就像说你们家里面地板是地板，嗯，还是地毯，嗯，地毯是短毛还长毛，你就知道嘛，嗯，哦，长毛的地毯容易藏污纳垢嘛，对，哦，所以不要用牙刷，哦，啊，第二，牙刷你在刷的时候呢，你会造成上面的微小那个伤口，哦，细菌反而融进去，哦，所以不行，所以清舌苔你要非常非常的温柔的清舌苔，啊，哦，就好像说，就是小 baby 那个舌头你要清它，你不能很动作很大嘛，很轻很温柔，嗯，那做法是这样子，我们要清干净，嗯，可是我们却不能够伤害到舌头，对不对？那我们要注意几个
第一个，那我们不能够用具有杀菌效果的任何液体，嗯，因为我们去买的时候，哎，漱口水它没办法，哇，强力杀菌，嗯，千万不要用，越强力越不能用，为什么？我们口腔里面有900多种细菌，嗯，那他们之间呢彼此平衡嘛，嗯，因此没有谁多谁少嘛，嗯，所以说具有杀菌就是1%而已嘛，嗯，对不对？好，那我们如果用杀菌的时候呢，你一杀就会把那些比较弱的细菌杀掉了，嗯，那比较强的，包括具有杀菌的，哎，它就可以长出来了。所以说用我杀菌效果的那个漱口水呢，你反而适得其反。嗯，所以说你去问问看那个牙医师，你说哎呀，我用这个很强的杀那个漱口水，我可以用多久？他会跟你讲，不要超过2个礼拜，哦，对不对？就是这样，你会破坏平衡嘛。嗯，好，那这样，那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呢？嗯，我们要用的液体啊，那一定要越接近于细胞膜成分的液体越好。嗯。嗯，细胞膜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嘛，它是油脂嘛，对不对？上面有胆固醇嘛，上面有 Omega 3嘛，有很多很多，有维他命 E 嘛，有那些成分嘛，你那个成分越接近它，那么你去亲的时候呢，对于舌头上面细胞，这细胞膜伤害就会越少嘛，对不对？这可想而知嘛，所以你用水去亲，你就不用用油嘛，你用油你就不如用说接近细胞膜的油嘛，嗯，对不对？好，那做法是这样子，嗯，我个人做法是这样子。好，我以前哈，就是每天不是每天啦，啊，我每个礼拜哈，我就会调这个油配，好，按照细胞膜成分去调配这个油，哦，配一罐这个油，嗯，然后每天呢，然后晚上睡觉前呢，我怎么做？睡觉前洗脸刷啊，都该做都做嘛，对不对？做完以后呢，我就是这个里面就装这个液体嘛，对不对哈，嗯？好，我就拿纱布，这样粘，嗯，这样子弄，嗯，好，湿的嘛，翻过来，然后再弄，哦，对不对？嗯，就是湿的。好，这个纱布是四折的纱布，嗯，所以你摊开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有四个湿湿的圈嘛，对，对不对？然后呢，你用手扶着这个，然后去抹这个舌头，哦，舌头表面去抹它，对，这样子抹，哦，抹完以后呢，你看看，脏的要死。哦，它会什么颜色？你看舌头，哎呀，很干净啊，是然后白色舌苔，你抹下来不是白色的，都是那种有点咖啡色、棕色的，哦，淡棕色、黄黄的，很脏了，哦。那因此再用第二个再抹，再抹，再抹，哦，哇，还这么脏。第三个抹还脏，到第四个抹的时候呢，基本上会干净的，哦。你如果说第四个还是很脏的时候呢，表示说你的口腔真的是原本就很脏，哦，那你还要再拿第二块纱布再做一次，通常到了第七次就干净了，所以说因为你天天做的关系，所以一颗纱布就够了。 OK， 好，那医生我问一下，这个清舌苔的方式是一天做一次就可以了吗？对，那个你如果我自己的话，我是一天两次的，为什么？我晚上清完一次以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用清水漱口又觉得比较起来跟我以前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呢好很多，好很多，所以我那时候我是一天做一次的，可是有一次呢，我很好奇，我晚上才清的嘛，晚上睡觉我都没吃东西，也嘴巴闭着嘛，对不对？我早上起来我还清清看看看长什么样子，就一心发觉一样，哇，怎么会这么脏？还是很脏。我才知道说，一个晚上下来呢，长了不少细菌，那个顺便提醒一下，聚合梭杆菌呢，它是厌氧细菌，它在氧气低的情况生长很快，所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合着，对不对？白天嘴巴张开嘛，讲话嘛，吃东西嘛，所以白天的时候口腔里面是有氧气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是没有氧气的嘛，对不对？所以晚上清很重要的事情啊。很赞呢，因为你不只可以当手机挂绳，然后你有什么小东西想要把它带在身上，然后随身搭配都很好。像是如果挂一个这个小包包，你的这个钱啊，还有小卡片都可以一并把它放在里头。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好搭配，因为如果像军绿色的话，像最近很流行露营啦、登山啦、户外运动啦，我觉得这个颜色就很适合喜欢这些活动的族群朋友。那另外一个颜色更不用说，就是万用百搭。
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我超喜欢，快点购推荐给您，输入推荐码 CTI321 享更多折扣哦。